单生活，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露露和 Michael。 在追求简单快乐的路上，我们是越走越远。露露一直跟我说，她到现在很多主题公园都还没有去过，这次都得给安排上。五天七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让我们一起去嗨吧。是我们来到奥兰多的第四天，正式开启我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的打卡。玩完了三天主题乐园，今天第四天，现在累吗？哎呀，有一点点。我今天早上走路的时候，从宾馆那个房间走到电梯，走路这样走的，噔噔噔，吱，噔噔噔，吱，边走腿边在打颤。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 Universal Studio 了、yeah! 就在我们后边奥兰多的 Universal Studio，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之前虽然去过加州的。对，这是 Universal Studio Florida。 Florida 的 Universal Studio。 哎呀，今天也是很热，今天最高温度29度，而且特别特别晒。现在早上9点，我感觉就是已经是开启中午12点暴晒模式。在这个环球影城的街上遇到了玛丽莲梦露，我要去和她合影。现在已经在 Universal Studio 里边了，这样看过去，其实我觉得 Universal Studio 比起迪士尼来说，人还是要少一些的。不是少一些，我感觉少太多了。迪士尼是早上一开园的人就跟黑五一样。我现在往最里边走，先去打卡一个 Simpson， 我觉得排队应该不是很多，因为那个在很里面，又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项目。看，应该我觉得有可能不需要怎么排队就能刷得上。我们把它先刷了。刷完了以后呢，我们从后面往前走，就是从公园的最里边往外面玩，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们这次来 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没有买特快票，因为我们想今天是周二嘛，工作日应该人不会太多。果然快速通道早上一个人还没有，连我们普通票的人都没什么人。哎呀，对，要先进个小房间。Michael， 你看我上身这么长，腿贼短，腿贼短。刚刚那 Simpson 做完了，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就是坐在一个小车里面，和辛普森一家一起坐了过山车，然后还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对对对，有海洋啊，有小河啊，有城镇啊，对吧？还是总体挺有意思的。速度与激情里面，这个一进来排队的地方就是一个车库的样子，修车的地方。而且这里面空调实在是太冷了，还好我带了小桶。我以为速度和激情是让我们上跑车的，结果拿个大巴士忽悠我。上个跑车才能上几个人呀？这边这么多人在排队呢，我们上一个大巴士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来了，巴士来了。
从速度与激情上下来了，整体感觉还不错的，就是坐在 bus 里面然后晃来晃去。这边的那个演艺人员拉到舞池里面跳舞，跳了一段巴西的桑巴，感觉特别的欢乐。有幸参与到环球影城的这个游行队伍里，也是很开心的。好吃。哎，你别说这个环球影城的肉球还挺好吃的，这个肉球应该是自己做的，现在煮的特别的软嫩。和这个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合了个照，哇，好酷啊！环球影城真的太赞了，每个项目都很精彩，真的很有电影的代入感，电影迷小伙伴们肯定会无法自拔，玩了一遍还想再来一遍。除了游乐项目，这边还有不少有趣的表演，也很值得一看。我们现在来好莱坞剧院看秀啦！I'm dying! That sounded fake. Happy birthday! Today's my death day! Yay! Oh, wow, yeah, do you ever have a camera? Excellent, that's good. No, you take all the pictures you want. You can identify the body when we're done. Give her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everybody! Yay! Hi, I'm Alex, and you are...Lulu from Vancouver. Excellent. Lulu, this is Mark. Hi, Lulu. Nice to meet you. Yeah! Nice to meet you. You're from Vancouver, you said? Very nice. And who's this guy over here with the camera? My husband. That's your husband. Let's take a photo. His name is Michael as well. Oh, it is. Hi, Michael. Hello. Take a photo. There you go. You're holding hands. First base. Here's the other one. There's third one. You know, he's going to have five hands, so... Oh, my God. Yeah, he's already more fun than that, Michael. But he only has 1 foot, so you can only go to the IHOP. Get up there for the rest of the show. I'm going to make you my assistant. Do you trust me? Yeah. You do? Canada. Do me a favor. Roll up your left sleeve.All right, I'm sure you're wondering, where do we get all of those severed limbs? I'll show you where. Give me the urn. What? Lulu. I'm kidding. I'm not going to hurt you with that. An angle like that. Perfect. Scream along with her, folks. 1, 2, 3!这个秀感觉特别棒，这个秀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些恐怖电影是如何装扮的。刚才从剧院走出来，好多一起观看表演的人都对我说 good job， 干得好，说我这个演员助理演得很不错。 Good job. Thank you. That was awesome.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Have fun. Thank you.
小杯子也很好玩。我算是就是。这个吉米秀好像洛杉矶的环球影城是没有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对，他就是 Jimmy 这个秀的这个主持人，他坐的他自己开的赛车，然后带我们一起去穿越美国纽约的这个市中心时代广场、纽约地铁啊，还去了这个帝国大厦，还去了那个看了那个叫自由女神像，后来竟然还飞到了这个木月球上。对。是不是就是埃及艳后了？我们现在来了这个哈利波特旁边的这个火车站，准备坐哈利波特的火车了。In case of emergency, there's a switch beneath that seat to release the cabin doors.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区域绝对是最最最酷的区域，人超级多，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园的人流量。明天我们还会再来环球影城的冒险岛，重点就要把哈利波特这边好好逛一逛。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我和 Michael 来到这边以后准备回家了，竟然之前还看了一小段一小段哈利波特城堡的烟花，你看我拍的多美。